掉了，我打他。我们好穷啊！阿比还 OK 吗？在铺路，我叫偷东西。哇，全部人打成一团啊！你这个剩下的也别走了。哎，哦，这个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哇，他好痛，我打输了。嗯，痛痛的，好凶。对啊。啊，这自己叫！哎，红色快到我们家了，红色的，红色吗？其实，好奇这是观众吗？怎么会凶成这个样子啊？平常玩都没有那么凶。你说，嗯，来，哎呦，差一点点，我就把它刮掉了，差一点点。红色一直想要过来。啊，超凶。哎，哎，我还在，我还在，哇！啊，不想我没有钻石资源啊。嗯，不行。对啊。我现在一把就要回去。我到两颗钻石回家。啊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，睡。两颗。不行啊，这边绿队的钻石我们一定要有啊。绿队那边扑到一半，他们人就凶巴巴的。不是铺到一半了，是铺了被他们拆走了。嗯，超凶。又来打！哎、欸，红队！啊！打！我两颗。快死了！再打一颗。哎、欸，红队怎么快点过来？红队！啊，不行，我要跳下去，不能给他转。他也叠太快了吧？干嘛？红队又要来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掉下去了。不是红队。为什么我们又被包围啊？红队来我们家，他剩7滴来到底干嘛？为什么我们一直被包围啊？各种被 A。对啊。还有吗？好难打，超凶的。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凶？哇，那个集队好远哦。天超忙，天真的超忙。喂，这个他太痛了吧？我铁装啊！对，我还没换装。哎、欸，等，绿的。啊，给他们啦，给他们了啦！来不及啦！啊，我修起来啊，哇，小雨，六，烧起来啦！我烧起来啦！烧啊！我在烧啊！我刚一度看到两个绿的，还以为我走错家了。我是对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都一直被围啊？拿什么？他自己跳下去了、欸，为什么？不是还有一个黄队吗？为什么他都为什么都是打我们？霸凌啊！好难过、喔。绿队要过去了。阿比，绿队，你出来就回不去了。绿队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出来就回不去了。对。哎呀！加油！我想要当黄队哦，黄队好悠闲哦。对啊，我们当朋友好不好？我们当朋友。我超闲。绿队要来了，绿队来家里面，在家里面。你想去红队？家里要干嘛？他在发呆。要打你吧。哎，他瞬移，是我在瞬移，是我在瞬移，还是在瞬？哎，说。你下去，你下去。十个，你的血已经快要归零了。刚刚最后一下，哎、欸，重爆！哇，红队六，黄队，我们是伙伴，红队，红队不要，红队，不在我前面也有绿队，进退两难。你这个处境，你现在被那个绿队很奇怪的，欸、你前面两个绿的，后面两个红的，撑住呀，撑住，可以打 PP 吗？可以，还在追，绿队还在追。可以，哎，不行，你保证一个。他来了，绿队来了，绿队在家里哦。还在追。等等，家里，喵哈，后退，喵哈，后面。这个，这也是超夸张的，哦。六，出生入死啊！撑着点，剩有点不太乐观。喵哈，铁装，里面有黄金。对哦，我刚刚在想说，哎，我要换什么东西啊？钻石，我们还差一点。哦，有现在盖房子没有用吧？武器有拿钻石剑了，我受不了，里面有铁剑哦。啊？哎，我们可以升防御耶，还要升还？不要，一定要升攻击啊！攻击，你拿金苹果，好防御不如吃颗金苹果，对不对？红队又来喽！红队要来喽！哦，不要啊！哎，真的，还丢绿宝石，绿宝石，
所以这些真的都是红队刚刚一直在示意耶。红队感觉瞄过来，瞄过来，不能，其实不能同队啊！哎、欸，大家不要不要给。对啊，其实不可以那个。不要给。你不要打我们，去打绿队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被画面记录。不要打我们，去打绿队就好了。可以。不要找那个没有开台的那两个。嗯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去打绿队。好。嗯，去打绿队就对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多带两颗钻石了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绿队那个攻击很夸张啊，凶巴巴。对啊，凶巴巴的。你说，你说。绿跟黄现在是在对望吗？对望。我想要奇袭绿队，呈现一个很绿队。绿队他们家很防御很大吗？一颗天梯你觉得炸到吗？颗应该可以，对，哎、他们超小的，都是中介石，小小的。哎呦，绿队家里有人，这边中介。哦，喵，你先玩，绿队在你后面呢、啊，绿队在你后面。Nice，Nice，Nice。我身上有钻石，我身上有钻石。看可以升什么？哎呦，看错。绿队家，我不觉得一颗可以啊，有两颗啊。一颗吧。很大呀、啊，身上还有钻石吗？啊，没有，我身上没钻石。哦，好，那我拿来升防，应该升我们那个防御防御那个已经升了。好、啊，哎呦，我带两颗，有颗天梯。哎、欸，有人射弓箭，谁？那有人换弓。而且绿队怎么又都回家了？哦，红队死掉了。红队没了。绿队真的耶！我们可以去红队拿资源。绿跟蓝那个钻石区有连到红那边的，可以过去。对，小心用绿队要过来喽！你要走就直接去红队家。好，红队在好像头顶上爬、啊。对啊，在爬树。我觉得我被箭射到就乖了。哎、欸，有绿队哦，有绿队哦。然后你自己小心哦。绿队在你后面，屁股后面。然后你自己小心哦，我去绿队家。让他溜一下他。然后在还在追哦，还在追。啊！追追追！哇，这样你也打到。冲！他是啊，你好快耶！超远。加油！把东西丢掉一些。打打打打打！先打一个。喂！哎呀！哎、欸，他补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你被两个。啊！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哎、欸，可恶可恶可恶！啊！啊！弟弟。还是不行啊。防御的升级不够。哎、欸，刚刚他其实又打掉的说。嗯。一对凶巴巴哎、欸。凶巴巴的，哎、欸，我那是被围殴哎，你那是被围殴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应该跟我无关啊。可是刚刚居然可以遇到小巧克来支援我们，所以代表这场其实都很奇怪喽。不是一般的野生场，是都是就是可能有一半都是充满敌意的场，真的满满的敌意。大家都先看一下那个 tape 啊，就是这个蓝色打他们这样。我不要不要，假的。好凶！嗯，啊，我们加油！我觉得有一个可能诶、欸，你说他们一看都是 YT 吗？我出去把那个尼克那些取，不会，先取个尼克。我私下玩 YT 其实也还好，没有特别被针对。可能这时间刚好他们放学了，放学不会。我连去中间哦。行，钻石的资源很重要。两边钻石一定要抢。哎、欸，他会扑哎、欸。没事。哎、欸，别过来！哇哇哇！熊爸爸！哎、欸，这个好凶啊，打不过。好凶啊 ！U 一战队，熊爸爸，钻石被夺了。U 一。没事。好像宝箱资源超少的。宝箱超空的。不管多少，耗他们一点血量。英雄，哇！哎、欸，那个连击也太夸张了吧！那你就要去、啊，每一个都打超快。红队过来，红队过来，我们交。对，有两个。红队，我们要被红队灭了。英雄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丢什么？他们丢什么？速攻，他们速攻。我飞去楼上了啦！有把一个打掉，把一个打掉。不好意思，那个你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哇！你怎么那么高、啊？哇！哎、欸，
小雨这个位置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你这个天眼兵，天眼兵，哎，有看到一个来是不是？没问题啊，我们也看到了，把他打退了。我们也看到了。高了吧？哦，你非常非常的高，非常高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觉得我们光是拿两队两边的钻石，他们就会一直轮流来了。别糟糕！宝箱多换一件那个好了，十件一出场有没有？十件砍砍砍！小雨在船战里体验8.6，真的又飞高高了，飞高高，飞高高啦！真的7颗钻石，哇，好痛哦！不行啊，他都打我2下，我打他一下而已。因为他这边有一个红队的上，哦，他血很残，他血很残，他血很少，所以，我去拿钻石，又2颗，呼，遇到黄队，被收走了，啊，我。钻石，好啊，武器之后等一下应该要升那个啊，资源我们一直忘了升资源。对啊，资源应该先放个。哇，我们资源太少了。可是被骂了。没有啊，之前是那个都已经最后，你还在那边换那个资源，当然骂你啊。要被骂了。又拿了2颗回来。绿宝石有。中间倒状况这样，红队其实也完全没有去别边，他就是来打我们。对啊，太阳门也不抢中间的。哦，红队又过来喽！守一下，守一下。一个红队，一个红队。又来了，来了！我死掉没有？一个红队，可以吗？我打掉，掉掉。漂亮，漂亮。啊！换一把石剑，左右两边的钻石就可以再去拿一下。好，可我插一个铁。看来这边要跟一个黄队狭路相逢。我觉得黄队等下又要来打人了。哇，击退棒棒！击退棒棒是没有伤害的。棒棒，应该打不赢他。这边还有一个黄队，我可以接尾刀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接到尾刀啦！啊，尾刀是我的。哎，good, 黄的，good, good, good. 黄的，黄的，在家里，黄的，黄的哦，家里红的。我要死了！哎不，他是在挖，他是在挖。不会，没事。是，把他打当排球打。当排球打，超凶，当排球打。我防御先升一层，等一下就升那个资源。3个钻，四个钻就可以升资源了。我才拿10件而已那个啊，那个啊，家里的黄金很多，可以升那个铁装，还没铁装的升铁装。小雨有铁装吗？还没。换铁装。拿下哦。黄队2个哦。好好好。有我们，哎呦，有一只绿宝石。拿到了。断路，想要先打红队啊！红队真的是凶巴巴，一开始就对我们凶巴巴，超凶巴巴。等一下看有没有一个机会，一下，我把红队挖掉，4颗资源升级了，在一边往旁边移动，那比较不会打到，好，是不会打人的一个人。红队盖高高。嗯啊，黄队那人长得也太绿了吧？他们盖高高干嘛？他摔下去，他到底要干嘛？我原本正想说他盖高有他的用意，结果他摔下去我就不好说了。不好说。那去，杜宇是我们的。黄队在那边干嘛？不知道啊，他把我们路拆掉，然后旁边又盖一大堆黄黄的，这是我们的地盘啊，不要过来啊！这样。好。我们下一个是要升什么东西啊？我刚刚升了资源跟一个保护，看是要升更多的保护吗？黄队要过来了，黄队在铺路了。哦，好、啊，请他们帮我们铺过来。对啊，很需要，无聊，很需要拆路又盖。对啊，太好又盖。他拿 TNT， 他想炸我们家。
没关系，他过来，让他过来，让阿炳不要站在路上，他会被打下去。对，让他过来。哎呦哎呦！啊，不要打冰！没有，他那个电梯没用。怎么放在那里啊？杜宇过去了。杜宇回来了。杜宇跳楼了。杜宇在干嘛？做事啊，杜宇。那你们撑一下哦。红队那边我也想要盖一下。红队那边还有另外一个红，很嚣张。黄队还在他在盖另外一条路。他死掉了，看一下啊、哦。如果等一下喝跳药水，就可以直接跳上去了。黄队到底想干嘛？想从另外一边、就是？啊！超凶超凶！吓到我，吓到我，吓到我！哈哈哈！被我干掉他，吓到了，凶吧。